要生存，人要生活。自然战争中，我们不只要思考如何能扛过去，更要思考如何迎向未来。在这阳台比平台比阳台还要多的世代里面，我们很幸运的，我们遇到了一家很强大的公司，也就是凯利环球。凯利环球2020年底在美国洛杉矶成立，是生物网络营销公司。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我们的星级董事来跟我们分享凯利环球。他来自台湾，这二十几年来就只有从事空姐这项工作，服务过的乘客虽然有成千上百万个人，但也只是过客。和在场的许多人一样，身边熟悉的人就只有同事跟家人，并非如外界想的交友广阔。他还曾经是一个非常排斥网络营销的人，朋友只要多说两句就可能被他拉黑封锁。说到这里，这边很多人应该也会怀疑，很好奇，为什么他会接受凯利呢？甚至进而那么积极的来经营，成为我们的四星董事，目前更持续的经营，想要迈向未来，迈向我们的钻石之路。接下来，我把我们的画面交给我们的静芳，让他们来为我们介绍凯利环球。谢谢，谢谢我们美丽的主持人对我的介绍。各位来自全球的凯利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静芳，很高兴也很荣幸今天团队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最爱的凯利。主持人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当初我是极度排斥这个行业的，也跟大多数的你们一样，没有人脉也没有经验。当初会加入呢，是因为产品正好符合我爱漂亮的需求，而且呢还是第一线的商机。即便我没有加入过任何的平台，我也知道可以抢占先机，成功的机会就会比别人高出许多。那刚加入的时候呢，我也是懵懵懂懂，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但是慢慢的，在我了解凯利之后呢，我真的很感谢自己当初做了一个正确又有智慧的决定。原来我是这么有福气的一个人啊！究竟我在凯利看到的什么？现在就由我从五大面向来跟各位分享。那我看一下这个分享萤幕，好，各位稍等我一下。好的，主持人，请问有看到我的画面吗？有的。好的，谢谢。首先呢，当我们接触一个新的平台呢，要了解的就是这家公司的背景和实力，因为一个平台的实力够强大，就足以支持我们，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走得长长久久。而我们凯利的实力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母公司 For Excelsior 当我们坚强的后盾。 For E 公司是位在北美洛杉矶，拥有占地15万平方英尺的厂房和办公室，也是美国综合实力排名前五大的保健品生产厂家，它本身就是在做保健食品的，为 GNC、 Costco、 Whole Foods、 Walmart 还有李嘉诚等其他直销公司配方并且加工生产。我们光是帮这些企业代工呢，年收入就高达4000万美元以上，而且我们有自己的科学研发团队，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自己拥有研发能力，就代表我们不会被其他公司所牵制，可以不断的开发出走在市场前端、领先独步全球的产品，而不是只能跟在市场的后面走。同时呢，我们还掌握了北美 SOD NMN 60%以上的原料市场，从原料研发、生产制造到终端销售，完全垂直整合，真正的产供销一条。这就好比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工厂直营的概念，省去中间层层的成本费用，让终端消费者可以得到真正高性价比的产品。并且我们拥有十几项的权威认证，在业界的口碑非常的良好，也正是因为我们有足够坚强的实力。在2017年呢，李嘉诚先生带着他的团队赴美国考察，最终选定了我们 For E 公司为他的抗衰老产品，这支 TRU 做研发生产。那当时呢，这支 TRU 也为李嘉诚先生赚进了数十亿美金，在市面上造成了一股轰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NM 都喜欢拿李嘉诚先生来打广告，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那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之所以成功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投资的眼光相当的精准，所以能被李嘉诚先生相中的公司呢，实力自然是不在话下。
那在右上图呢，就是我们的仓储还有生产线，所有的生产流程都是按照 CGMP 最高规格的标准来制造。那右下图呢，就是我们的科研博士团队研发产品的过程。那这么有实力的一家公司背后是谁在运作，是秉持着什么样的心性，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有钱的老板很多，而且在这个平台比阳台还要多的年代，有德行能秉持利他之心、善良的老板确实非常难得。接下来呢，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凯利的两位创办人。第一位就是我们的林博士，我们的林博士呢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天然高分子化学博士，在膳食营养补充剂这个行业将近20年，累积了无数的丰富经验，在2014年呢成立了 4E 公司，为全球众多品牌提供科研服务。我们林博士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所有的捷径就是没有捷径，他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把每件事做到最好，产品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效果不够好，他是绝对不会让他上市的。因为他说贸然上市呢，会对不起他的良心，也对不起信任他的这些消费者们。这就是我们林博士这样的人格特质，深深的让我感动，让我从此将凯利视为我的家，并且将分享凯利当作一种使命，让更多人可以感受到林博士的这份爱。那另外一位创办人呢，是我们的 Steve 总裁，他是从美国空军退役，主修计算机信息工程。Steve 总裁运用他的专业，将 4E 产业链跟凯利品牌供应链进行信息数据融合，为凯利全球网络化推广提供有力的保障。当我们在家透过一只手机就可以跟全世界的人合作，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就开通了19个国家，而且还不断的在扩展当中。人家说同频相吸，这两位正直善良的创办人一同共事了10几年，互相扶持，就像是一对异国兄弟，同心致力于为更多人创造美好的生活。那在过去呢，这两位创办人一直在为其他公司做研发生产，当然这就必须符合对方低成本高利润的要求，总觉得没有办法按照自己心中所想，不计成本的去打造出真正天然有效又高性价比的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上。于是呢，在2020年底，两位创办人以利他为出发点，秉持着长期主义、平衡共生的企业精神，遵循人我有、人有我今的创新理念，创造了凯利环球。在两位优秀、正直、诚信的创办人带领之下，团队所打造出来的产品当然一定也款款都是精品。接下来就要跟各位分享我们凯利领先市场、独步全球的产品。那在了解我们产品之前呢，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现在各大媒体都在报道、全球名人也都在使用的 NMN 到底是什么。 NMN 呢，最早是由哈佛大学大卫·辛克莱尔教授在洛梨、花椰菜这些深色的蔬果里面发现一种 B3 的衍生物，它是我们人体当中 NAD Plus 这个叫做中文叫做诺加因子的前体。那 NAD Plus 呢，它可以提供给我们细胞线粒体能量，而且也是修复我们 DNA 重要原料。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体内的 NAD Plus 水平会慢慢的降低。那细胞能量一旦不足呢，随之而来的就是老化跟疾病，甚至是肿瘤。所以呢，适时的补充 NAD Plus 的前体 NMN 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衰老，甚至是逆转衰老。那当时呢，大卫·辛克莱尔教授呢，就把这个理论发表在国际最具权威的3本杂志上面，分别是 Cell、Nature 跟 Science。 在这个同时呢，这个理论也获得了8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支持。那在2017年呢，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也开始研究 NMN， 要把它用来保护这些宇航员免受外太空辐射对人体 DNA 的伤害。那看到这里，各位就知道了，世界名人都在使用甚至投资的这个 NMN 已经是现在和未来大健康产业的趋势，抗衰老产业势必成为市场上的主流。那讲到 NMN 呢，必然不能错过我们凯利的旗舰产品，就是 SOD NMN 青春逆龄片。这一瓶不但有 NMN 还加了 SOD， 所以具有双重功效。
那 SOD 呢，是我们人体对抗自由基的第一道防线，中文叫做超氧化物歧化酶，也是所有抗氧化物质的排名第一名。但是呢，市面上很多都是综合蔬果发酵出来的 SOD-like 活性物质，就是类 SOD， 它并不是真正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它只是小分子的营养素，所以两者的功效相差甚远。那我们的 SOD 呢，是来自于大西洋深海2100米存活在高温464度 C 的嗜热藻所提取的，它不但耐高温还耐酸耐碱，可以通过胃酸和胆碱的考验。那 SOD 的药价比 NMN 还有黄金都还要来得贵，所以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美名叫做深海软黄金。那我们这一瓶呢，含有108000 IU 国际单位的 SOD， 可以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帮助身体抗氧化、抗糖化、抗光化。那讲到 SOD 呢，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乌龟的小常识。为什么乌龟从来不会罹患癌症，而且会这么长寿呢？因为啊，科学家发现乌龟之所以会这么长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它体内存在大量的 SOD 有关。所以呢，补充 SOD 就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健康、更长寿。另外呢，我们的 NMN 是美国独家单细胞生物发酵法，运用小分子纯化技术生产特级纯贝塔型的 NMN。只有纯贝塔型的才是真正天然，可以完全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市面上很多阿尔法型是化学合成的，没有办法被我们人体吸收之外呢，反而还会给我们身体造成负担。而且我们的 NMN 纯度是 99.92%， 事实上呢，检验的报告是 100.622%， 但是呢，因为实验室容许有些许的误差，所以我们标示 99.92%。那外面很多标榜就是 99.5% 或者是 99.6%， 可能各位会觉得都差不多嘛，但是各位知道吗？纯度每提高 0.1%， 吸收率就会提高2到5倍，而且我们是舌下含片，借由口腔黏膜15秒就可以快速的被我们身体细胞所吸收，有效的提升 NAD Plus 的水平，高效防病毒，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我们这一瓶含有10800毫克的 NMN， 全面激活人体7条长寿蛋白基因，短期效果明显，而且是全球唯一获得10多项认证，产研一体高性价比。那我的外婆呢，她今年88岁了，原本她爬个2层楼呢都很吃力，但是呢，在使用它一段时间之后，前不久在我面前竟然一口气就爬上了4层楼。而且连带着他的高血压、腿部的静脉曲张跟脸上的老人斑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以前因为他体力不佳，他都不爱出门，但是呢，他现在每天上菜市场去跟这些婆婆妈妈们分享，去接受人家对他的赞美，看到长辈心情好、身体好，这就是我们晚辈最大的福气。那当初呢，我会这么有信心的把 SOD NMN 送给我的外婆吃，就是因为我们有 Summit 实验室出具的证明，由第三方公证机构认定我们的纯度是大于 99.9% 的，所以呢，在短期之内就可以有非常明显的效果。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款产品也是相当的厉害，更是全球独家，在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可以跟它媲美的，它就是 SOD 多矿免疫调节藻蓝益生菌。各位不要因为看到它叫益生菌就小看它哦，益生菌只是其中的一个成分，它可是拥有6合1的功效，一条里面呢就含有活性高达 2000IU 的 SOD， 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清除肠道内的自由基和宿便，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瘦身，肠道健康了，我们的皮肤自然就会放光。那这支益生菌里面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阿夸命深海红藻矿物精华，它是来自于冰岛原始水域，含有我们人体所需72种以上的矿物微量元素，长期食用呢，可以改变我们体内的酸碱值。那里面的藻红素呢，更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穿透视网膜，保护视神经。另外它虽然是藻类，但是我们这款是5点配方，所以甲状腺亢进的人也可以安心的使用它。
研究发现呢，阿夸命对人体的微生物群非常有益，可以促进人体的自然免疫。那另外一个主要的成分呢，就是有机藻蓝蛋白，它含有人体必需氨基酸，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蛋白质，它可以促进我们细胞活化，清除体内自由基，提高体能和机体的免疫功能。另外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跟 Omega-6 可以照顾我们的心血管，对于免疫、中枢神经跟生殖系统等方面也都有良好的作用。那我们这支益生菌里面呢，还含有300亿株11种活性益生菌，并且添加了益生元。营养师有说过，菌种多比菌数多还要来得重要，因为菌种多才可以真正起到保健的作用。那我们的菌种呢，高达11种，菌数也是符合国际标准的300亿株。它除了照顾我们的肠胃道之外，还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过敏体质，减少女性私密处的感染，提高免疫力，缓解乳糖不耐症。不但如此呢，我们里面还添加了维他命 K2 跟 D3。 维生素 D3 呢，可以帮助我们牙齿和骨骼的健康，预防抽筋，在小肠促进钙质的吸收，维持血中钙磷的浓度。它还可以协助维持肺功能。所以在疫情期间呢，很多专家也说了，每日补充 D3 可以帮助我们对抗新冠病毒。那这个钙离子呢，需要维生素 K 来锁住钙，所以呢，我们添加的 K2。 那这个 K2 的作用呢，就像交通指挥一样，把我们摄进去的钙呢，带到人体适合的地方，这个就是协同作用，提高营养的吸收率。而且我们有独特的三重包埋技术，让这些营养可以真正直达小肠做吸收，不需要冷藏，外出携带非常方便，服用一周就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我们这款益生菌呢，在身体上其实就是做到调的功效。如果您是长期在用中药调理身体的，不妨可以试试我们的这款多矿免疫调节藻蓝益生菌，尤其是有过敏体质的，使用过的伙伴呢都非常的有感尤其是有荨麻疹的。那爸爸妈妈呢也很适合买给小朋友或长辈吃，这款是老少皆宜，更是家家户户必备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脑力健这款好评反馈相当的多，尤其是对脑部疾病方面的改善更是让人振奋。我们伙伴的妈妈呢，因为她是帕金森氏症，她手会不停的抖，让她很没有自信，以至于说呢，她每次在外人面前她的手都要放在口袋，而且呢，这个长期吃药让她很不舒服。但是呢，在使用我们的脑力健之后呢，他的手现在不再抖了，而且他的睡眠跟气色好了很多。他说能遇上这款产品呢，真的是他毕生的福气。那在过去呢，我们熟知补脑的产品不外乎就是银杏还有卵磷脂，但是呢，因为它们的分子太大，没有办法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所以呢，这个效果自然就有限。那我们的脑力健呢，独家添加的 αGPC。这个 αGPC 呢，它是神经传导物质乙烯胆碱的前体。我们体内一旦乙烯胆碱的浓度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记忆力减退、失智或者是脑部疾病。所以呢，适时的补充这个 αGPC 对我们的脑部非常的有帮助，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营养大脑，提升学习和记忆能力。所以呢，家里如果有正在念书的青少年呢，都非常适合的来使用它。而且呢，全方面提升大脑功能，对自闭症、忧郁症、癫痫还有重症肌无力等都有显著的改善效果。那这一瓶呢，含有一样 99.92% 特级纯贝塔型的 NMN， 提升我们脑神经元 NAD Plus， 激活七种场所蛋白基因，修复脑细胞 DNA。 另外呢，它还添加了白藜芦醇、紫檀棘、 EGCG、 奇黄素等有机成分，提升产品的协同作用，有效的清除脑部自由基，保护脑神经元，对抗细胞衰老，预防老年痴呆，完全提升我们的退休生活品质，让我们优雅有尊严的生活。所以预防脑部病变呢，我们一定要及早开始做保养。另外呢，它也支持间歇性的进食效果，让我们的身体进入酮症状态，帮助我们燃烧脂肪，获取能量，促进新陈代谢，恢复苗条身材。在大餐前30分钟呢，服用我们的两粒脑力健跟一条益生菌，就可以有效的控制我们的卡路里吸收，帮助我们做好体重管理。
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呢，都是多吃少动的，那你一定要试试脑力健，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很多伙伴在体重管理方面都非常的有感，甚至在没有改变任何作息还有饮食习惯的情况之下，一个月也可以减少2到5公斤，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那接下来呢，这支产品呢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在众多至清肌父亲水至清杯当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那就是我们在去年7月7号全球独家上市的 Alpha Hope PQQ 清肌片，现在呢台湾中文名称叫做美清片。那我们的 PQQ 清肌片呢是采用国防等级的球形镁来制清，那镁同时也是我们中枢神经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安定神经，帮助睡眠。另外呢，我们拥有全球独家四大技术，原位杂化失清技术，还有微纳米气泡技术，临界点厌氧防爆技术，以及离心雾化弥散技术。这四大技术呢，让我们的 PQQ 清气片丢到水里面2分钟内就可以大量的释放出清气，并且借由产生的数百万个微纳米气泡把这个氢给锁住。我们都知道氢气是最轻的气体，极容易窜逃，但是我们的氢活性可以长达4个小时。在市面上氢的产品呢，浓度如果可以达到 3ppm 就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但是我们这款 PQQ 氢气片的浓度高达1公升 8-11ppm。 那这四大技术呢，曾经日本有多个大厂捧着重金要跟我们购买，但是呢，我们的创办人为了保障我们会员的权益，坚持他不卖。由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出我们创办人真的不是以利益为优先，这样的人格特质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也深深的让人感动。那氢气呢，作用在人体健康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靶向作用，它只针对我们人体最有害的自由基做结合形成水，借由我们的汗水跟尿液排出体外，完全无毒无副作用，所以呢，它也被称作为最完美的抗氧化剂。而且氢气它的分子最小，所以呢，也不需要任何的载体媒介就可以轻易的穿透细胞膜和血脑屏障，调节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活动，减少运动后的乳酸堆积，缓解压力和炎性反应。我们的 Steve 总裁呢，就是借着氢气片的辅助，让他顺利完成了100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大赛。那我们这一瓶氢气片里面呢，还含有 PQQ。那这个 PQQ 呢，相传就是中国古代秦始皇在寻找的这个长生不老药，它的免疫效果是灵芝的8到10倍，因为它很难提取，所以呢，它的价格是黄金的3000倍，可以说是极为珍贵。它可以激发我们人体内希望因子的生成，和氢两者的协同作用呢，可以促进新线粒体的生成，靶向清除自由基，调节体脂和糖类代谢，帮助我们燃烧脂肪，促进肌肉组织生成，平衡机体生理指标。除了上述所讲的之外，氢气在对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生长，还有抗凝血，有着非常良好的作用，有效的改善因为化疗引起的种种不适，提高癌症患者的生活品质，更让我们远离血栓的风险。尤其在打过疫苗前后，更是少不了 PQQ 清洁片，每天2杯就可以帮助我们全身50万亿个细胞洗洗澡，帮助我们细胞抗发炎排毒。说到氢气片呢，我们团队里面有位罹患三阴性乳癌的伙伴，各位都知道三阴性乳癌呢是乳癌里面最难缠最凶猛的，原本呢他也是被安排接受化疗，但是呢在做过一次之后呢，这个副作用让他完全没有办法承受，不得不停止，之后他就开始认真的使用我们的这个 PQQ 氢气片、益生菌还有紫檀基。这次回诊呢，他的癌指数不但正常了，连他之前因为电疗被烫伤9个月都没有办法痊愈的皮肤，在医生评估之后呢，也跟他说他不必开刀做清创了，让他开心的在诊间都快要跳了起来。在他传讯息给我的时候呢，我的内心真的非常激动，也非常感动，凯利高科技的产品真的是助人无数。
那我们的氢气片呢，在去年9月也获得了国际氢标准协会跟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认证，所以现在呢，凯利拥有19项国际权威认证，给全球消费者及加盟商最安心的品质保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支产品，就是我们的 Beta Element 6000，它是单方的，那一样是纯 Beta 型，纯度高达 99.92%。 那各位可以到市面上去做比较，日本知名药厂生产跟我们同样特级的 Element， 价格足足是这一瓶的15倍，所以呢，我们产供效一条的高性价比真的是无人能及。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支也是重磅产品，就是我们去年10月份新上市的紫檀奇焕活饮，它里面含有紫檀奇、 SOD、 有机虾青素、葡聚糖、维生素 D3 和锌，还有全能免疫包和全能水果包。那紫檀奇呢，又被称为是二代白藜芦醇，但是它的生物利用度是白藜芦醇的36倍，跟白藜芦醇相比呢，它多了两个甲基化的衍生物，所以紫檀奇具有更好的生物利用度、代谢稳定性、抗氧化活性和膜通透性。它具有缓解炎性反应、抗氧化、抗衰老以及保护心血管的作用。那保养心血管呢尤其重要，最近媒体常常在报道有越来越多的心肌炎、血栓、心肌梗塞，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早保养，千万不要让心血管问题成为我们体内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另外呢，大量的研究表明紫檀奇对于癌症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等治疗都有一定的效果，它可以促进我们癌细胞的凋亡，不仅如此，在抑制癌细胞转移方面也有着独特的优势。那这个葡聚糖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机体免疫、改善睡眠、缓解炎性反应等作用。那 SOD 呢，就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改善炎性反应、平衡自身免疫，还有保护心血管，跟我们机体的健康密不可分。那在全能免疫包里面呢，有接骨木、二水、虎皮素、紫锥菊、透明质酸，这个透明质酸呢就是玻尿酸，还有阿拉斯加野生蓝莓，另外还有虾青素。那我们的虾青素呢是来自于雨生红球藻，这个雨生红球藻呢被公认为是天然虾青素最好的生物来源。那虾青素呢具有比一般类胡萝卜素更强的抗氧化性，具有清除自由基、保护血管、抗肿瘤、降低胆固醇、护肤、保护视力、保护视神经等作用，预防老年痴呆、缓解关节疼痛。那讲到虾青素呢，我们一位长期患有干眼症的伙伴，他看过了很多医生，也吃遍了各种护眼的产品，但是呢都始终不见好转，直到呢遇上我们这款产品，他终于可以得到缓解。不然他的干眼症呢，让他的眼睛一天到晚眨个不停，它的散光呢，从原本的150度也降到了50度。就是这些反馈呢，让身在凯利的我每天都很快乐，很有成就感。这份助人的快乐是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另外呢，我们的全能水果包里面呢，都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物质，有蓝莓、蔓越莓、葡萄、巴西莓、枸杞、樱桃、石榴、西柚、芦荟，还有绿茶提取物 EGCG、 儿茶素。提升免疫力之外呢，还帮助我们美容养颜。那更重要的一点，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请各位一定要认真听。好，要不是这两天呢，我听到两位医生亲口给我的建议，我还真的不敢碰触这个敏感的话题。其中一位呢，还是台湾的名医，而且他希望我广传让更多人知道。我相信很多人在座的都已经接种过 COVID-19 的疫苗，对吧？也甚至出现大大小小的副作用或者是不良反应。当医生推荐我要吃哪些保健品缓解预防未来几年可能产生的后遗症，我听完之后真的非常震撼，也倍感骄傲。他建议的 D3、 锌、虎皮素、虾青素、维他命 C 还有保护心脏的 Q10 还有抗癌的 NAC， 这些加起来换算要超过400多块美金。但是在当下我一毛都不必花，我跟医生说这些我都有了，而且我们的紫檀奇全部都包含了，甚至还更强大，而且只要139块美金，
就算再加上帮助我们细胞排毒的氢气片，也不过才288块钱美金。我们产品的性价比多高啊，还帮你省去了瓶瓶罐罐的麻烦。那我把这个紫檀芹的内料呢告诉医生，各位知道吗？医生非常惊讶，这市面上怎么会有这种产品？他要我下次呢把全产品带去让他看看。这位名医也跟我说了，打完针你现在感觉身体没事，不代表之后也会安然无恙。在未来呢，那些人倒下而你却依然健壮，这就是产品的效果。抗氧化、抗发炎、排毒，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各位能在这个时间点接触到凯莉，真的是大福气。到现在我每讲一次，我内心都还是激动不已。我想跟各位大声的说，能够生在凯莉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而且呢，我们以上所有的产品全部都被收录在美国 PDI 药典里面。这个 PDI 药典呢，就是医师桌上的参考书，在医生诊断完开药的时候呢，都可以参考这一本书开优质的营养补充品给病患使用。那要进入这个美国 PDI 药典呢，必须要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产品必须要真正的有效；第二呢，必须要用制药的标准来制造；第三是必须做到营养素在45分钟之内可以被分解吸收。所以可以进到这个美国 PDI 药典呢，表示我们的产品是真正安全又有效的。那市面上呢，目前有八支 NMN 被收录在美国 PDI 药典里面，我们凯莉就占了两支，而且呢，其他六支的 NMN 都是一级的，只有我们凯莉是特级的 NMN， 相当的了不起。那当然呢、了不起也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了，这些就是我们的19项国际权威认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要同时拿到这19项认证相当的不简单，各位可以对比一下您现在所吃的产品有几项认证呢？那这张图上面的认证标章，其实我在接触凯莉前我没有认识几个，像这个 M 的标章呢，就是清真认证。产品生产的过程呢，必须完全遵守伊斯兰教的法规，不能有猪制品，不能有动物大体和内脏，不能含有酒精。要取得这个认证相当的不容易，非常严格。那有了这个认证呢，全世界1/4的回教徒也都可以安心的使用我们的产品。那接下来看这个绿色的这个 Informed Choice 的标章，这个非常的特别，它是由一个国际反兴奋剂组织 LGC 所发布的无违禁品认证。那这个 LGC 呢，最早是跟奥委会合作，用来检测这些奥运选手所使用的保健食品是不是含有违禁物质。然而呢，拿到这个认证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它每个月都会对你的产品进行盲测。所谓的盲测呢，就是在没有预先告知厂商的情况之下呢，会从通路上买回你的产品进行检测。所有检测的结果都会公布在网站上面，一旦检测没有通过，所有的产品都必须下架，而且呢，检测的费用要厂商自行吸收，并且将这个检测结果公布在网站上面。所以有了这个认证，就可以确保我们所吃的产品是相当安全，不含任何激素或对人体有害的违禁物质。那各位可以看到呢，在左手边我们的瓶盖上面呢，都有高科技的防伪二维码，它就是产品的身份证，保障你买的是 Made in USA， 真正完全美国制造，由我们凯莉公司生产的正品，不是水货也不是仿冒品。在这个细节上面呢，足见公司的用心，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那我们的产品呢，也是全素食的，在瓶身上面各位可以看到 Vegan 标章，严格的素食主义者都可以使用，而且是非基因改造，生产过程都符合 CGMP 的高标准。那在去年呢，也就是我们凯莉运行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了这个 Better Business Bureau 火炬奖。要拿到这个诚信认证呢，必须要通过200多项的审核，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凯莉拥有着强大的实力。那除了我们有优势的产品，我们人性化的制度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当初在我了解这个人性化的制度之后呢，更是完全消除了我对这个传统营销的恐惧。那我们的制度呢，可以用三个数字来代表，就是210。
那二代表的呢，就是公司给我们两个营运区，在两个营运区里面呢，你可以获得公司所有的奖金。那一代表就是即使你今天只经营一个营运区，也可以上钻石高聘，也可以获得丰厚的奖金。这在所有运行双轨制的平台里面，只有凯利做得到。那零的含义呢，这点更让人惊喜的，就是即使你在这边只是一个单纯的消费者，你也有机会可以获得收入。凯利210的特色呢，解决了传统网络营销当中只赚积分不赚钱的痛点，可以帮助团队快速裂变成长。正因为有人性化的系统，在2021年呢，公司整整拨出超过1500万美元给经营者和消费者，足见我们公司的大气，因为我们有个富爸爸 4E 在为我们撑腰。那凯利呢，除了照顾我们的消费者和经销商之外呢，作为一个领先世界的企业，当然也不忘承担社会责任，致力于社会公益。凯利不仅仅是一个网络营销平台，创始人秉持着长期主义、平衡共生的企业精神，遵循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创新理念，打造未来凯利商业帝国，并致力于社会公益。我们长期资助联合国非洲儿童组织，不定期的在社区举办公益活动，还有我们的公益项目 Calorie Kids 小熊软糖系列，为弱势群体免费提供膳食营养补充剂来照顾他们的健康。关注公益事业，参与公益活动，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是我们 Calorie Health 不忘的社会使命，落实我们关爱、我们分享、我们帮助的精神。所以跟着有愿景文化、有爱心、有创新理念的公司一起成长，未来的远景将不可限量。那当以上的条件都具备了，剩下的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时机。一个平台出现的时间点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当初让我马上加入的原因。因为当一个商机出现的时候呢，只有 5% 的人会知道，这些人就是先知先觉者，也是领导未来财富潮流的一群人。现在在座的各位就是先知先觉者，因为我们凯利从去年1月才开始试运行，平台才刚成立一年多，所以呢，各位将来都是站在最前线的领头羊。但是关键的一点在于，您站位了吗？只有相信加站位，这一切的美好才会真正的属于你。那要怎么样才能加入我们呢？我们有四种价位的套组可以供大家做选择，有499美元、1099、2399、2999美元套组。如果预算足够的话呢，我们当然是选择2999美元套组，一次到位，因为这个性价比最高，而且还可以享有最高的福利。当然各位也可以视自己的预算和需求自由做选择。那现在呢，加入我们正是时候，因为公司还举办了腾飞助力活动，购买不同的套组不但有礼券，还有高额的赠品赠送给各位，买越多送越多，相当的划算。但是好处还没讲完哦，为什么叫百日腾飞活动呢？因为公司要带着我们远走高飞到 Las Vegas 参加盛宴，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机票和食宿。现场除了名车名表的抽奖之外，星级董事以上还分送双倍的股票，真的让人非常的兴奋，也期待跟各位在 Las Vegas 相遇哦。那加入凯利的好处就是这么多，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凯利的一份投资将会得到健康的身体、年轻的外表、光滑细致的皮肤，还有源源不断的管道收入。当然这些都是有图有真相，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些伙伴们的见证分享。这第一张照片呢，是来自于我团队的伙伴，这位伙伴非常的特别。当时呢，他是一位陌生人，是透过网络上找上我们的。他是一位研究能量学的老师，因为他的体质很特殊，他老化退化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呢，他一直在寻找这个有效又高能量的产品。那当时呢，他测出凯利的每一项产品能量都破百，就是这个原因呢，他才找上我们，加入我们的团队。那他是使用我们的 PQQ 清气片还有 SOD 多矿免疫调节藻来益生菌。各位可以看到他在使用产品14天的时间，他整个外貌都显得年轻很多，而且他皮肤的光泽度也提升了。
他说呢，连他提早退化的膝盖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这位伙伴现在还加了 SODNM，他说逆龄的效果让他非常的满意。他说这个能量真的是太强大了。那右边这张呢，就是伙伴朋友的手，他因为受伤，然后反复的发炎，一直都没有办法愈合，吃消炎药竟然还吃到胃痛。那伙伴呢，就让他试试我们的 NM，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就已经快要愈合了，连带的呢，他的睡眠品质好也可以得到改善。就是我们的 NM 因为纯度高达了99.92%，所以他可以很快的就看到了效果。那接下来呢，这两张照片的见证，这更厉害了。左边这张照片呢，是我们伙伴的家人，那他的免疫系统失调，还有重度过敏、气喘、皮肤病，他看遍了所有的中西医都不见好转，直到使用我们的 NMN 清气片还有益生菌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他的肤况改善了很多，好，他的前后对比非常的明显，连带的呢，他的气喘还有鼻子过敏也不再犯了。所以产品好不好，你的身体会告诉你。那再来看右边这张照片，各位可以想象，这双脚对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来说是多么困扰的一件事。这位伙伴呢，5年前开始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导致她的肠胃道出状况，脚底也不断的在发炎。她看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啊、诊所啦、啊，始终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直到遇见了我们凯莉的 PQQ 清气片和益生菌。在短短6天的时间，竟然就改善了这么多，1个月后更是完全痊愈了。那或许呢，各位看到这边会觉得疑惑，为什么吃药治不好的凯莉却可以？因为吃药只是控制，让它不再恶化。但是呢，我们凯莉的产品却是从细胞做起，细胞健康了，我们的身体自然就会好。那看完了以上这些，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深受感动呢？凯莉为我们带来了美好的生活、健康的人生，这么有实力的平台、优质的产品、人性化的系统、长远美好的未来，再加上这么难得的时机，万事皆备，就等您的加入，一起和我们迎接下一轮的财富盛宴。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借由我的分享，一个营销小白的故事，能够让你对营销事业有着不同以往全新的思维。谢谢各位拨空聆听，现在我将麦克风交还给我们热情又美丽的主持人 Sunny。谢谢金芳，听了金芳的分享，大家有没有很兴奋？其实Sunny 本身也是一个气喘患者，那我本身的免疫系统也非常的差，我也因为凯莉改善了很多。其实经营凯莉并不难，只要我们认真学习，然后大胆的去分享，你怎么跟朋友怎么样分享好看的电影，怎么样分享好吃的东西。你实话实说就可以了，你不用去花钱学什么行销啊，学什么话术，凡事就是以朋友的出发点为利他的出发点出发，好的产品真的会说话。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分享者的分享。第一位呢是来自台湾的萧婉妮，她是一位家庭主妇，也是一个花艺师。曾经呢，她经营了其他的平台，然后用了非常多的心力去经营，可是却换来了伤害，也因此她成了人家所谓的直销受害者，直销绝缘体。刚开始呢，他接触凯莉只是因为家人的健康需求，因为伤害还在，他知道说直销真的有非常好的产品，但是他只愿意当消费者。他在还没有询问制度下，他就加入会员，单纯只是要产品，但没有想到却被凯莉的制度感动，决定了经营之后，他才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成了三星董事。来，接下来我们请婉妮帮我们分享，谢谢婉妮。婉妮，大家婉妮，麻好，烦打开麦克风，好，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哈、哦？有的，好，谢谢。那各好。位来自全球的凯莉家人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高雄的婉妮。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呢，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凯莉的感受。那其实我是在去年6月的时候加入凯莉的，那加入凯莉的原因也非常的单纯，就是要使用给家人使用产品。因为我的家人呢有肺部纤维化的问题，所以一次因缘机会下，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影片，那就是一个洛杉矶的医学博士，他使用 NMN 去治疗新冠肺炎的患者。那
那一名患者的痊愈的速度非常快，愈后的状况也非常的好，所以我当下呢，我就去询问了我的推荐人，也就是今天的主讲人，我的华航学妹静芳。那我在知道 NMN 它对于肺部细胞的修复非常有帮助之后呢，我当下就决定二话不说直接购买套组加入。那对于制度，我当时是一个字都没有询问的，因为我曾经非常认真努力的经营其他家品牌3年的时间，然后最后其实是背了卡债而离开该品牌，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对直销完全没有信心，也其实完全不想接触。如果不是因为产品的原因，我其实根本就完全不想再接触直销，所以我制度一个字都不想听。那买了套组之后呢，有一天我就自己心血来潮，我就上我的后台，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麻烦别人的人，我就自己上后台去查询我的货大概什么时候会收到，然后我就顺便逛一逛我的后台。那没想到当我点进我的矩阵图的时候，我居然发现我的底下有2个人，然后完全我是不认识的，所以我当下就觉得非常的奇怪，这个是什么？因为我连产品都没有收到，我更没有去分享给半个人，怎么可能我的矩阵里面会有人呢？于是我就再度的去询问了我的推荐人，那我才发现原来凯莉的制度跟其他家的平台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不一样。于是我开始去了解，然后我也决定了解之后我就决定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去试试看。对啊，那所以我第一个其实在凯莉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就是这个矩阵奖金，因为这个是一个完全回馈给消费者的一个奖金福利。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市面上好的产品非常多，但是身为一个消费者，不管我们吃哪一家的产品，我们都必须不断的掏钱去购买。那唯有凯莉这个独一无二的矩阵奖金，它是可以让连零分享的纯消费者都可以有机会领到一个月最多1000元美金的这个奖金。那其实这个金额早就远远的超过了一般人一个月一个人吃保健食品的金额。所以当下我真的是内心其实是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就是可以完全体现了我们林博士的大爱跟无私，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凯莉的这个矩阵奖金的制度。那第二个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母公司 4E 它其实是美国排名前5大的保健食品制造商，连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都需要捧着2500万的美金去跟 4E 合作，请 4E 帮他生产他自己品牌的保健食品，而我们今天却只需要花美金499元，我们就可以跟 4E 合作，我们就可以成为 4E 的子公司凯莉 Calorie 的品牌合作加盟商。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amazing 非常美好非常幸运幸福的一个事情所以怎么可以不好好的把握呢？那最后我想要分享的一点是，其实我是一个单亲妈妈，那我独自抚养2个女儿。我的大女儿呢今年9年级，就是即将要考高中，那她的梦想呢是成为一个芭蕾舞者，而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可以在女儿背后成为那个可以一直默默支持他们的妈妈。但是我的经济状况其实一直不是那么的容易，尤其是其实我本来是国营企业的员工，但是因为经营前平台的关系，我也从国营企业离职了。那但是前平台也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从前平台离开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去学习一技之长来养大我的女儿。所以我就去学习了花艺，然后成为花艺师、花艺老师。但是一个新手的花艺老师其实收入不是那么的稳定，所以我其实很非常非常的感谢在这个时候凯莉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那我也很感谢我自己这一次愿意打开我的心，然后去了解去认识，最后决定要紧紧的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其实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女儿她决定要考舞蹈班，所以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个月要支付我2个小朋友的他们的各项学费，
一个月超过新台币70000元，也就是超过美金2500元。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凯莉，然后我能够在花了半年的时间上三星董事，能够有这个能力去真的有这个能力去成为一个可以撑起女儿梦想的妈妈。所以我最后呢，我希望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把握这一次我们凯莉百日腾飞优惠活动的机会，好好的在会后询问你们的推荐人，然后一起加入凯莉这个大家庭，我们一起用生命影响生命。因为凯莉真正它是一个帮助人的事业，而我们只需要去透过我们简单真诚的分享，我们就可以去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去全方位的提升他们的免疫力，不管是健康的免疫力或者是财务上的免疫力。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婉妮。我们看到婉妮呢在凯莉如此的开心，我们也祝福婉妮能够帮助更多人她的健康，还有借由凯莉这个低门槛的创业基金，能够让资金能够让有更多人有创业的可能。直销电商往往不是产品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把产品做坏。但我相信只要人选对了，团队选对了，同磁场同能量的人也会被你吸引而来。今天的分享啊，真的是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我们第二位的分享者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 Jenny， 她也是一位家庭主妇，一直在家相夫教子，儿子呢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Jenny 呢也成为退休人员，她在去年的四月接触了凯莉平台后，去了解并且去参观了公司之后，决定加盟凯莉。真好，真的好羡慕住在洛杉矶的她可以直接参观我们的总公司。来，我们来听听我们的 Jenny 的分享。来 ，Jenny 在吗？在在。好，欢迎 Jenny 分享。大家好。大家好，全球的凯莉伙伴大家好，我是来自洛杉矶的Jenny。 我今天呢非常高兴吴传邀请我上来跟大家分享，也谢谢主持人对我的介绍我今天呢是两个方面的分享。第一，产品的分享，就是因为我呢用凯莉产品用了将近一年了，我是全套产品都用的啊。用了产品过后，我的感觉就是我皮肤紧致了，然后也有光泽了。最让我兴奋的就是呢，我长出了很多头发，就我前额长出了很多这种新生的头发。当时呢，我是听过伙伴分享，就是他们吃了产品以后，那个会长出新生的头发。所以因为我自己没有留意，后来我自己也开始留意，哎，确实是长了很多头发，这是我非常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啊。第二个呢，我就是想分享一下我的身心灵成长这方面啊。自从吴传开设了这个身心灵成长的这个课程，我是每一堂都上的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呢，我去分享凯莉，我就发现我所分享的对象，我的朋友们他都不接受，都拒绝然后呢就是有的甚至也不理我，所以我就也很苦恼，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自从上了这个身心灵课，我才知道就是无论是我们的业务要提高，我们的能量也要提高，也就是说要利他，就是处处要为对方着想，而不是一直在灌输自己的想法，自己觉得凯莉平台好，凯莉产品好，不断的在去跟别人强加自己的这种主观的意识，而没有倾听对方他需要什么啊，他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呢，我在身心灵成长课也是学到，就是说要积极而不着急要利他，处处都是以利他的为前提，还有就是非常正面的正能量啊，每天都是要告诉自己，自己是最棒的，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还有这个精神层面的这个知识，
不断的都是看 正能量的视频，听正面的话来提升自己。后面我找到这个方法以后呢，就不断的再去跟拒绝我的这些朋友去沟通，去聆听他们的想法啊。我是想分享，就是说有的时候别人在拒绝你的时候，你不是说分享一次两次三次就觉得他拒绝了就不可能了，还是要不断的去跟进。我自己就是有几位朋友都是跟进了三个月，有的时候是半年，他们才愿意接受，愿意加盟啊。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不要放弃，要不断的去跟进这些朋友。然后令我高兴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我可能也是不断的在心灵方面成长，不断在能量方面成长。就是上周我有一个朋友是，其实就是已经是好多年没联络了，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啊。当然了，当时他是想要白藜芦醇的，我就跟他说现在有一个二代的白藜芦醇啊，非常好，比原来的是原来的36倍，并能激活7条长寿基因啊。然后他就说那你就带一盒过来给我看一看。我说好，我就立马当然我不只是带了紫檀奇这么简单，我还带了益生菌还有清气片就拿去给他了啊。当时他就是说哎那个多少钱呢，给我个折扣吧。嗯，但还没有当我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自己就说了，说哎不然我就加盟吧，我加盟了我到时候买了产品我再还给你。我说啊可以啊，很好啊，现在正好有活动啊，还有送产品，非常合算啊。所以呢通过这个事情我也自己也就很高兴，就觉得不但是自己业务能力要提高，而且呢心灵和能量方面也要提高啊，处处真的是要利他，以利他的这种方式去跟别人分享，那么会有很大的收获。然后你自身的业务能力和能量方面提升了也会有朋友是主动的去询问你的，咨询你的所以我就非常高兴。那么在最后我分享完的最后，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今年的一个国际的光辉高尔夫巡回赛就是二级的巡回赛中，有一个中国的年轻小伙子他叫袁野纯他是在比赛中呢是在最后是一杆推进洞而得到了冠军然后在他比赛结束以后，记者就去问他，他说哎恭喜你啊你今天拿到冠军，你能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拿到这个冠军吗？他就跟记者说，他说5年了，我每次在训练场上训练推杆的时候，我都是想象着我一杆自进洞而拿到冠军，无数个夜晚我都梦见自己能够一杆推进洞而拿到冠军这个我一听到这个故事，我就想到哎，我们凯莉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就是潜意识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真的就是潜意识力量是无限的大，你不断的在你的潜意识里告诉自己你是可以的，你是最棒的，你就是未来那颗闪闪发光的钻石，那么假以时日你真的就是那颗闪闪发光的钻石谢谢大家，今天就是我的分享，谢谢主持人。谢谢 Jenny， 谢谢 Jenny 的分享，我们非常的兴奋。其实呢三林觉得说我们的分享真的就是发自内心，不用去有更多的什么行销啊，什么手法，什么话术，只要把最真实的说给朋友听，然后真的发自内心的想帮助人，你自然而然的会有很多很多的机缘在你身边。那第三位呢是我们的新女性代表，她是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文姐姐，他在台湾呢工作了30几年，他曾任职完美主义加盟连锁机构的高阶主管，而且他还是董事长的特助哦。他负责的是养生保健美容抗衰老的产品的开发跟培训课程。他拥有了台湾健康管理师证照、台湾美容媒体的专业证照，
还有马来西亚国家级的培训师证照、香薰师的证照、香疗师的证照，还有中国甲级美业的执照。这些证照真的都是我们文姐姐专业跟累积跟经验的累积啊。二十多年来，她致力于天然的膳食营养素的养生概念，她用来改善亚健康方面的问题，她帮助了许多人。她对于五行健康密码更有一些颇深的研究，因为她的背景，所以她对于膳食补充品她有更高的规格的一种标准。那我们来听听文姐姐的见证的分享与她的故事。文姐姐你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自各不同时区的贵宾们、嘉宾们，还有凯莉家人们。今天呢，文姐姐又来登场为大家讲故事哈。文姐姐就爱讲故事。其实呢，文姐姐在经营凯莉的话呢，都是用讲故事哈。每一天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感人的故事发生在文姐姐身上哈。那么呢，这次要跟大家讲的又是新的故事哈，最近才发生，我就会满满的感动，然后常常会迫不及待的很想跟大家分享。那非常感谢这个台湾团队邀请我来为当大家的分享嘉宾哈。那今天呢要给大家讲三个故事。那个三个故事是最近发生在我伙伴身上的。那么呢，文姐姐就因为疫情，然后呢回不到台湾，在台湾待了两年多，然后非常感谢因为凯莉，我结识了很多很多信任我的朋友，信任我的伙伴哈。最近我经常吉隆坡槟城两地跑，我住在槟城哈。那么呢，我每一次去吉隆坡都是自己开车去，然后我也很 enjoy， 很享受在我的路程上哈。前几天哈，就是上个礼拜、上个星期，那么呢，我的伙伴知道我要回槟城，他就问我：“温姐姐，你方不方便半路停下来？”我就说：“那我要停来做什么呢？”他说：“我想去看一个朋友，然后他癌症。”我一听到癌症，因为我最近接触很多这样子的癌症病患，我觉得真的是每 3.5 个人当中一个人癌症。我说好呀，好，那我们就半路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呢，我就跟以往一样，只要任何人他需要止痰剂，因为我们现在止痰剂都缺货，那么我因为手上还有个一两盒、两三盒的，我都会说好吧，那我就带一个止痰剂，因为这个新的 member 他没有货，我们就在太平停下来了。那么呢，那一天我到了现场之后，当然我非常感谢 Dorin 他对我的信任，还有 John 他对我盛情的邀请。那么我们就浩浩荡荡的，他们开着车，那我也开着车到了太平。到了太平之后，我见到这位姐姐的时候，我们就聊了一下，聊了一下之后呢，他就告诉我说，我崇尚自然疗法，我不愿意去接受化疗，我能不能透过凯莉的营养品，然后呢能改善我的胃癌的问题。当下的我就觉得谢谢你这么信任我。那么呢，我们呢就带了三样因为他刚刚加入会员买了营养品，但是手上并没有货，那么没有产品，可是我们希望他能够赶快服用凯莉的营养品。而我们就带了清气片，我们带了藻蓝益生菌，我们又带了止痰剂。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Dorin 他就很贴心，他就一下给他到下午的时间三四点，其实三四点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很喜欢下午茶的时间啊，聊一聊啊，享受凯莉的营养，这是我的习惯的哈。那么呢，Dorin 就很贴心，他就给他泡了一瓶清气水。当这位朋友喝清气水的时候，他竟然告诉我们说：“我其实呢，我平时是没办法喝水的。”一直喝不下，在喉咙就卡住了。其实我们当时听到的时候，我们就很心疼的。然后我说没关系，那你就清气水慢慢的喝，不急你就慢慢的喝。他喝啊喝啊喝啊，他就觉得说，哎，奇怪了，为什么清气水我喝得下去那么呢，他就喝得很开心，就慢慢的把一杯的清气水就喝完了大概200cc 左右。然后我们就开始又聊天啊，解释给他听。然后我就开始告诉他说，癌症病患，那么你应该注意怎么样的饮食习惯，给他饮食习惯的指导。
啊，其实很棒，我们很开心他也愿意配合。其实他平时在饮食的习惯上面，他就还蛮，就是因为癌症之后，他就调整了他的饮食习惯。然后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开始又给他喝藻蓝益生菌。那时候不用喝，直接倒在嘴巴，让他感受一下，好，感受一下藻蓝益生菌，然后慢慢慢慢，他觉得哎，挺好吃的这样。我们就开始聊天聊天，聊聊聊聊之后，我们开始我就拿出那个紫檀烯，我说这个你要好好享受，它是透由黏膜吸收，你慢慢喝。好，他就把它喝完，我们继续聊天，继续聊天。到了下午，大概吃饭时间了，傍晚五六点的时候。他竟然告诉我们说，我们差不多要离开，我们只要去吃饭。然后他竟然告诉我们说，他肚子好饿哦。我们就觉得他肚子饿是正常的嘛，一般我们吃啊，时间到就要吃饭。他说没有，我好久好久没有感受到肚子饿。当下的我真的会觉得说很开心，凯莉在你身上发挥了作用。然后我们鼓励他，你要继续加油。但之后我们会跟进，我就给他的辅导，我说既然凯莉能够让你的身体说话，表示他需要我们这样子的营养素。当然之后我可以告诉大家说，为什么凯莉的营养品在某一些人身上它会产生这么明显的反应，其实它有一定的道理。有听过文姐姐的黄金三角，你们知道的。但是我最近又有了一个发现，为什么凯莉的营养品在很多人身上真的会说话，是因为我们秉持，其实凯莉的营养品在研发过程当中，在我们的前台，或者我们的前台有一张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之后我会把这个拿来讲一堂课，告诉大家凯莉的营养品的特色在哪里。希望让我打一个小广告哦，4月24号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诠释凯莉的营养品，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学到凯莉营养品的精髓。以我这段时间，因为我是实力派的，我是行动，我是实验派的，我会同我在经营凯莉的四个多月，我的发现，我的体悟，我的见证，我的很多伙伴的见证，跟大家分享。我也很无私的告诉大家，凯莉其实说实在的，她一直在给我，每天给我很多很多的感动。就如同昨天，我一个伙伴打电话给我，文姐姐，我吃凯莉的营养品，有这些反应，那些反应，有时候会觉得说对我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我又害怕。我说其实是以养生来讲，昨天我们的 Eunice 打电话给我，他说为什么我吃凯莉的营养品反应那么的激烈。我说其实我要恭喜你，他真的，他说他从来没有，他吃经常都吃保健品的人，他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但是因为之前他听了文姐姐的课，他改变了吃凯莉的营养品的时间，就叫生物钟。他说真的差异很明显，真的差很多。他因为我之前告诉过他，你是属于那种积水性的，你是属于很容易免疫功能指数下降的，你是属于肾脏功能膀胱功能比较弱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建议了他到下午的时候怎么样去吃凯莉的营养品。他很乖，他也听话照做。那昨天他给我的反馈，知道吗，当我改了吃凯莉营养品的时间之后，我大量的排毒，然后呢他发现他原来的疼痛更激烈，然后是会走的，会走来走跑来跑去，可是呢他发现他的疼痛的问题，膝盖的问题，骨头的问题，慢慢得了很大的改善。他排毒，他排毒排到什么程度，甚至连眼睛都会排毒，表示什么，他的排毒作用除了肾脏之外已经发挥，从他肝脏去做排毒，
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其实不用怕的。好，那自己当然要去观察哈，因为在排毒的过程当中，只要自己稍微留意一下，只要你大量喝水，然后有足够的啊足够的休息时间哈，记得足够的休息时间，听好好，什么叫足够的新休息时间？很多人会给我很大的反应说，奇怪，文姐姐，我吃凯莉的营养品啊，哇，我这段时间真的好累，很想睡觉，坐着听课都可以睡着。我说太棒了，他因为好凯莉的营养品告诉你你需要休息，所以他从你细胞开始，就是我常常说的好60兆细胞，就我们所谓的50万亿，其实我们的细胞是50到60兆细胞。对，怎么做优化管理，好，这就是我今天要之后我会告诉大家60兆细胞我如何优化管理透有凯莉的营养品。你说我们人要去管理我们的细胞容易吗？不容易的，60兆你怎么管？但如果我们懂得借力，我们懂得善用凯莉的营养品，我告诉你，你可以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怎样把你的细胞管理好。这是好、哦，我最近感觉到我的细胞每天都很乖，我的细胞每天都很听话，我的细胞每天都很开心。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细胞管理的两个故事。那么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也是最近我从伙伴当中、啊、学习到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只要向上学习，我们也要向下学习、啊、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挺好玩的、啊、在我身上。那么呢我能够深深的感受到我的伙伴，我们其实不分上等下、啊、我的伙伴他们都特别爱我、啊、他们很喜欢听我讲话。就像我昨天我就跟一个伙伴第二次见面，然后他就来请教我说，哎，关于凯莉的制度啊，关于凯莉的营养品我要怎么讲啊，我就反问问题的方式，我说，哎，亲爱的，你告诉我60兆细胞好50万亿细胞到底要怎么管理。他说好、哦、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管理。我说好吧，那呢你就明天来听我的课。好，我就邀请他，你也同样好、哦、所以今天的会议其实破200哈，我就告诉他们去邀请你的朋友来听课，你是知道了后面还是继续学习。那么呢我就很兴奋，然后呢我也很兴奋，想要把今天的课去分享出去。结果呢我就好，因为可能昨天太忙了，自己也忽略了。那么呢我就发讯息，就是大量的发讯息，发到最后的时候我居然把时间发错了，原来是早上9点，然后呢我就发了晚上9点。我的伙伴就很爱我，文姐姐是9点还是10点？我说哎呦真的哈、哦，10号看成10点了。我就说哦，没事没事，那我修改一下。然后呢我就很，其实我在错误当中我都可以善用凯莉。然后我就跟阿俊很贴心哈，就提醒我姐姐奶奶，他每次叫我奶奶，你发错了。我说哦对哈、哦，真的一天要吃6粒的脑力健。我说，然后他说还不止6粒呢，你得吃半瓶呢，你说嘛。就一个错误，其实说实在的，当伙伴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很感谢，然后我们要很幽默的去回应他，而不是说啊这个信息是谁发的我是跟着发，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们就幽默的带过，然后大家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啊、在错误当中呢也善用凯莉。这就是所以我经常就很生活化的去分享凯莉，然后呢我的分享凯莉总是那么的生动，总是那么的、哦、可以吸引到很多人愿意来听我讲凯莉。我讲凯莉的时候基本上是忘我，我真讲凯莉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利他、哦、因为我秉持着我们的理念、哦、叫做 We care, we share, we aid， 就是我们关爱，我们分享，我们帮助。这个就是我分享凯莉的这个每天的生活。谢谢大家，希望我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谢谢文姐姐，不止你的团队很爱你，我们也很爱你。谢谢。因为文姐姐她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专业的一个膳食方面的算是一个专业的营养师，所以说她对我给我们的意见是非常非常的充裕的。那因为他身边有朋友需要这些亚健康的问题，他看到朋友能够这样重获青春重获健康，他很开心，所以他每天都笑笑的很开心的来分享他满满的感动。谢谢文姐姐，
是的，我们凯莉呢是以挑战为使命，也试着跟你们一起创造奇迹。在未来呢，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更多家庭可以实现梦想跟希望。然后简单的事情只要重复做，然后你就会变成专家。那你重复的事情只要用心做，你就会变成赢家。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这样觉得呢？最后呢，最精彩的在我们的后面。我们非常呢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凯莉的大家长，他这一年来啊不遗余力，无论是在健康、事业还是心灵，都用尽了全力的带领我们。他都保持着感恩、善良、助人的心态在生活，一心能够希望帮助更多人。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五星钻石 Grace。吴来跟我们说几句话，欢迎吴钻。Hello， 大家好，非常感谢桑尼哈。啊，桑尼今天主持的非常好哈，非常的淡定、大方、优雅、自信哈，这是我们团队的荣耀啊。除了桑尼之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主讲讲师也是我们的静芳哈，很久都没出场了，哇，现在重新出来真的不一样。特别感动的是，他非常的用心哈去准备。非常的用心去收集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方方面面的感动来拿过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今天他的分享跟上一次他的分享呢又更加进一步了，不仅呢非常的淡定，一句废话都没有，条理逻辑都非常的清楚，让大家听下来哈，真的是啊一层一层的带入哈。特别是讲到这个疫苗的时候，疫苗的毒素，但我们都知道疫苗打进来是有副作用的，很多人全身酸痛啊、血栓啊、心肌炎啊，肯定都是有这些。但是我们现在国际局势这个样子，我们不打又不行哈，因为要出门的话非常的不方便。所以他在讲那个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他也非常的感动。他跟我说，吴壮，我们林博士实在真的是太好了，居然把这么高性价比的产品只卖这么一点点价格好就给我们。他说今天这两个医生他跑到两个诊所，那两个医生跟他讲完那个这个疫苗的方面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很兴奋，因为他讲的那些成分我们的紫檀期里头全部都有，所以后面都吸引了他医生的这个好奇。他医生说，你下一次一定要把你的产品带过，让我研究一下到底什么产品这么好。因为呢单个单个这样去买，就像他说的至少要三四百块美元，而我们一盒只要139美元、啊、他说一个月就要三四百美元、啊、七七八八加起来。所以呢我们越了解凯莉就会越爱凯莉，好，越爱凯莉呢，凯莉也就越爱我们。所以为什么一个个在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分享哈，一天比一天年轻，一天比一天漂亮。啊，那我们的这个婉黎分享呢，也是啊，非常的到位哈，因为他确实可以感觉得到，他从他的内心出发，凯莉不仅仅可以好雪中送炭，不仅仅可以锦上添花，更可以雪中送炭。啊，像他那样子，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生活，确实非常不容易。再加上在前平台受伤的这种程度，没有拿到他期望的结果。有句中国有句话叫做什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但是呢，这一次呢，啊，凯莉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根本没有想到，啊，凯莉会给他这么好的结果。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的伙伴身上，我内心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哈。我觉得我们去传播凯莉是很有价值的，我们是助人的，我们实际上也是很有功德的。然后说让自己健康是福德，让别人健康是功德，让自己赚钱是福德，让别人赚钱更是功德。特别是后疫情时代，这么多人啊失业，这么多人面对这严峻的这个未来哈，严峻的这个现实哈。所以呢我们今天通过凯莉可以帮到对方啊，这是一个壮举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洛杉矶娟妮的这个分享哈、啊、就知道之前呢怎么跟别人分享啊，一个个都总是拒绝他，然后他就来求助问我怎么办。我说很简单，我当时又问他，我说你认为一辆车能不能走关键点在哪里啊？
是在于你的方向盘呢，还是在于你的位置呢，还是在于你的什么地方呢？他说那肯定是发动机啊，发动机发动的，发动机能量提升的，我在搬这个方向盘才有意义啊，我在做其他的事情才有意义啊。好，我就跟他说，对，你说的对极了，发动机。那我们人的发动机在哪里呢？各位，我们人的发动机就是我们的能量。能量，我一直强调能量，能量高，你的发动机就好。所以为什么国产车跟进口车不一样？好，普通的美国车跟德国车不一样，区别就在于发动机。你的能量越好，发动机就越好。你发动机越好，你其他所有的这些工作，好，方向盘也好，怎么样，轮子也好，怎么样也好，才会走得动。所以后面我就跟 Jenny 讲，我说你每会必到，我们的能量课程，现在他真的很听话，每会必到。你看才跟我们共修一个月不到的时间，现在就有人主动来找他。他说过去啊，他说吴壮啊，真的跟着你真的是太好了啊，以前啊到处找人找不到，找谁谁都不加，找谁谁都不做，现在呢我就傻傻的跟着你啊，我就听话照做。结果呢很多缘分自动送上门来，一个个主动打电话给他，主动要求加盟。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很多团队可能教你都是去哪里去外面追钱，好，我说我们团队呢，我们教给大家的是好，要让如何让钱来追你。好，各位，你们喜欢去追钱还是喜欢钱来追你呢？如果喜欢你去追钱的话，我不反对，你可以去追，但是我实话告诉你，钱有四条腿，人只有两条腿，很难追到钱的。但是呢，如果让钱来追你呢，前提在哪里呢？前提在于你的能量要提升，因为金钱本身也是一种能量。我们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大磁铁，这个磁铁足够大的，吸引力足够大的，我们自然而然，好，就把这个财富，你所想要的财富吸引到我们的生命中来。所以呢，我们如何变成大磁铁呢？我今天早上共修的时候跟伙伴们讲的，伙伴们应该听的是非常非常的过瘾。好，就是让我们的能量提升，让我们用爱、喜悦和平和来分享凯莉，而不是用传统直销的那种陋习，好，那种被人很那个的，就是很嗤之以鼻的那种陋习再来经营凯莉。凯莉没有必要，即使你今天小白，你都可以扒在凯莉里头做到七星状，你不需要过去的经验，你只要用按照我说的话听话照做，你真的用每天内心富足的心态，内心喜悦的心态，你去跟别人分享，很多人就会吸引，甚至你不去跟别人分享，人家都会主动来找你，就是这样子。然后说这个财运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不想要钱都不行。好，内心的富足才能感召外在的富足，内心的富足你才会让自己变成爱的源头，那内心的富足你才有喜悦的感觉，那内心的富足你才有办法平和跟对方娓娓道来，给对方多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不是为了说服对方。所以呢，吸引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用吸引的方法。那很多人说吸引，要吸引的话是不是能量要经过巨大的时间，好，很长的时间才会让自己能量提升？我说不会。为什么？有句话叫做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念，一个念头，一念念头在天堂的时候，你是天堂的感觉的时候，能量就已经爆棚。一念地狱，好，你一旦到了地狱的那个时候，你一念瞬间 你的能量就下降，能量是随时秒间可以起来也可以下去的，关键有没有要稳定住自己的能量，这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心灵成长课程已经帮助了很多很多伙伴，好，解决他们心中非常纠结非常痛苦非常执着的所有的这些负能量，让大家呢不断往元气、往淡定、往爱这些方面去努力。所以为什么我们团队，我就跟大家讲，不要用传统的这种方法去说服别人，去搞定别人，因为我最不喜欢这样子。好，更不用说用几步几步几步
没必要。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你反而一旦想着我要用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本来能签单的签不了单。为什么？人家会觉得你太功利了。你为了搞定我准备了一步又一步的陷阱等我跳，是不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这种信任，你的热情、你的激情、你的状态、你的爱足够吸引人家了，没有必要用分多少步来说服别人。我们永远不要去搞定别人，我们一辈子只要搞定一个人就够了，就搞定自己就可以了。所以呢，我看到 Jenny 的提升哈，她现在真的很听话，没回避到哈，而且每一次参加跟我们一起能量提升的这种共修课哈，所以呢，今天听到他这样的分享，我真的内心非常的感恩。各位，你们赚到钱比我自己赚到钱还要开心，我就希望你们一个个都能够成长，好，成长起来，我们都就是成为志同道合的，好，都是带着使命感来经营凯利的了，那么我们的事业必定哈无往不胜，凯利必定成为未来凯利的商业帝国。好，最后我们文姐姐的三个故事的分享呢，真的是哈，她每一次出来哈都有一个新的故事，每一次出来都是这样子，发自她的内心，就是真诚。好，也只有这个真诚让她重新好用激情用她的热情来分享。本来她对这个事业也是对这个行业哈也是挺受伤的，也是挺灰心的，也是内心很纠结，跟我过去一样，到底还要不要进入这个行业。但是他说还好我们进来了7799这个团队，好，我不需要给大家很严格的很严厉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我给大家压力我通通都没有，我跟大家就是亦师亦友的这种关系，我们不存在这个级别的不一样的东西，好，我们就是朋友，有缘碰到就是朋友。所以呢，他说还好碰到我们7799这种能量爆棚的这个团队，让他完完全全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做他最想做的自己，而不需要做成一个为了利也好，为了名次也好，为了级别也好，做成一个不认识的自己。凯利是马拉松，我们未来要一起走10年、20年、30年、50年，甚至100年都有可能。我们台湾伙伴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什么？凯利不倒必成富豪。凯利要用现在这样的这种好奖励制度，公司真的是不计成本的。林博士很简单，林博士说我不指望从凯利里头赚多少钱，你不要让凯利拖垮我的母公司就行了。各位，去哪里找这样的老板？世界上即使凯利公司的工厂可以 copy 其他公司啊，其他平台可以 copy 凯利的产品，可以 copy 可以复制，好，可以取代 OK 凯利的奖励制度可以取代，甚至你觉得奖励制度还可以比凯利更好，但是凯利的愿景与文化没有办法，没办法复制，凯利老板的德行更是没有办法复制，去怎么复制？所以我看中的就是看到凯利的德行，让我跟凯利合而为一。我们的小伙伴们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我们凯利的福禄寿三星，喜欢我们凯利的文化，喜欢我们关爱，我们分享，我们帮助这样的一个理念愿景，喜欢我们长期主义平衡共生，没有人愿意好频繁的更换平台，我们就找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我们必将可以让凯利走得长长久久，源远流长，真真正正让凯利平台造福有缘人的众，有缘人的生命，改变有缘人的生命。我们不要求全世界的人都来经营凯利，我们也没有那么贪心。就像林博士说过啊，尽管其他平台跟他说你把凯利产品全部给我卖，我一年给你卖200亿，我们林博士说我不要，凯利就像我自己生的孩子一样，我要呵护他慢慢成长，我就凯利自己卖，我绝对不给任何一个平台卖，我自己凯利来卖，我不卖，我卖不到一年200亿我也认了。各位，这样的老板去哪里找？外面的老板唯利是图，很多老板都是唯利是图，都是冲在这个利上面，
然后看到这么赚钱，这么那个200亿，早就半夜就把它卖掉了。但是我们的老板陈立凯利不是为了赚钱，真的不是，真正是为了让消费者能够吃到高性价比、含金量超高的产品。所以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凯利产品贵呀、啊，什么之类的。各位，是因为你不了解凯利的价值，你才觉得它价格贵。你真的了解凯利的价值，就像刚才静芳所讲的，好，医生给他推荐的这些成分，这个一点那个一点，加起来好300-400美元，我们139美元就可以了，太便宜了。你去外面找到同类的这个产品，你绝对找不到第二家比凯利性价比还要高的。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当你的客人感觉凯利贵的时候，我建议你，劝你们做一个动作。第一，把温迪老师对凯利的产品的讲解当下产品发给他。好，比如说今天这个人觉得，哎，你觉得你益生菌贵啊，益生菌的，不要给他一堆的东西，一堆东西他看了都怕，你就给他当下啊，益生菌专门讲解益生菌，你就跟他说，哦，就像很多人跟我说 ，Grace， 哎呀，你这产品我吃不起啊，我觉得好贵啊。我说，哦，我可以理解，但是呢，我希望你做一个深度的理解，好不好？我现在发一个视频给你，你看完以后，你再告诉我，好，凯利产品是贵还是便宜？我当下可以理解你，就是这样子。哎，看完以后，他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还有我们的紫檀奇吸收率是百里如春的36倍，生活利润图去哪里找？还有全能营养包、全能水果包，这么多那个在里头，还有玻尿酸，你看我们现在一个个脸上都放光，有没有发现我的脸上也是放光啊？你看我怎么擦都是那个，都是有光泽，我不是油涂在脸皮肤上了，我用油涂在皮肤上的话，我一擦就没有了，看见没有？好，你看擦完还是光光亮亮的，是什么东西？是里面长出来的胶原蛋白，这就是凯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妙运。好，没有凯利这么好的产品，我们一个个，你看文姐姐哪里像快60岁的人啊？50几岁的人，一点都不像。每一次看见她，好，都比上一次年轻，这就是凯利自己的产品会说话。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遇到凯利，我跟很多很多人讲，能够遇到凯利绝对是你的福气。你如果依然还怀疑凯利，我也没办法，可能他的冤亲债主太多了，来阻碍他。哎呀，真的60啦，我还以为可能比我大2-3岁左右呢。所以呢，我们愿结果可以说话，凯利就是实实在在的愿结果说话的公司。好，我们的奖励制度也是用结果说话，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跟一些维度低的人做一些无谓的对比，我们跟高维的人合作。那如何能够跟高维的人合作？自己的维度提高，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吸引到维度高的人合作。我们GC99团队为什么这么棒？为什么一个个领导人维度都这么高？因为我们整个团队的维度都高，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吸引到高维度的人一起合作。就像伙伴经常跟我分享，他说，哇，吴壮，真的 你这个维度真的是太好了。他说，啊，以前我自己能量很低的时候，维度也很低的时候，他说我身边啊接触的全是真的都是一天到晚跟我纠结鸡毛蒜皮的事情，搞得我对这个行业都差一点失去机会了，失去相信了。但是他说现在随着自己能量不断爆棚，维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哎，奇怪，我身边吸引了一个个人啊，都非常的善解人意，根本就不会问我一些很愚蠢的问题。他说，看来真的，一切的源头还是在自己。他很幸运，也是每一次都跟我们一起共修，每一次参加我们的能量提升课程，就这样子不知不觉。各位，能量提升才是发动机。我希望每一个人啊，要想让自己成为未来的千军万马，好，团队领导人，我们一定要有能量去带动团队。没有能量的话，根本带不动。即使出现千军万马啊，也没用，也不跟你也没关系，就是这样子。所以在凯利里头，我愿意释放我所有的生命的热情、激情，好，所拥有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无偿的奉献给大家。
所以上我的心灵，很多伙伴都说，哎呀，我在外面上心灵成长课花了好多好多钱。我说你在我这里上心灵成长课 一分钱都不用花，我愿意陪着你们，把你的能量提升。能量一提升，不仅仅你事业顺利，不仅仅你家庭和睦，不仅仅周遭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提升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你找到自己的使命感，不枉来这个世界白走一趟。这就是我们 GC99 团队的愿景，一条人、一群人一条心，一件事一辈子。好，我们每个人开发发现自己的使命，用使命来经营凯利，好，长长久久。好，那祝福大家。那今天如果线上有第一次来参加会议的，赶紧咨询带你来的朋友。好，我们一起找到生命的意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得到提升，这才是我们来到这个地球的好真正的目的，而不仅仅为了赚钱，因为赚钱后面还有更大的意义。所以呢，我们以我们公司的福禄寿三星为榜样，以林博士为榜样，史蒂夫榜样，包括老师为榜样，好，做一些可以造福人类的事情，把凯利分享出去，就是无量的功德。好，祝福大家。好，我今天就讲这些，我现在把麦克交给我们美丽的主持人 Sunny。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心灵老师，非常感谢大家今晚不是今晚，今天的参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会后咨询邀请你来的朋友。然后相逢呢，自是有缘，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凯利，让我们与凯利共存，共同的发展，然后实现双赢、多赢，还有共赢的美好社会。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日，谢谢大家。